对的，我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呢，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呢？来看看啊，这些玩意儿封的严严实实的，明明白白的，来。前天晚上，昨天这几天，我听他们说。2008年北京欢迎你啊，到2011再来，再现在2017年，北京讨厌你，赶紧把你们轰走。